开学第一天啊，这些同学又回来找我，是回来寻仇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靠，超强嘛哦，跟你有做重量训练哦。啊，后面的是新同学，你看这个个咧发育有无？还在吃饼干呢啊，这个是较老的，啊啊，不要是较小的。高年级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啊，就只是。啊，这个中年级有什么不一样？那换你了，现在高年级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只是功课并不没有吗？对啊，功课不一样。而且还有那个长哎，麻烦，要写什么成语课文？啊、成语课文给下瓜啦，下到习惯啦。啊，级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，没有不一样啊，还适应就对了呀。啊，这里是升上官班的金道袍，啊，这里过来讲名家来了。中年级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还适应吗？唔知，拍谁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上课了上课了，开学第一天太忙了，上课上课了，打桩了啊。